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啦、啊？这么大个人了。老婆，我去钓鱼啦。有没有伤到啊？没事，老婆，我先走了。梁哥来了，小熊，哎，来饭了没有？都在里面了，那赶紧走。你只带一根鱼竿吗？我那根断了。你是叫我拿饵料，又没叫我拿鱼竿。没事，到时候让我过过瘾就行了。鱼竿都不拿，去钓什么鱼啊？梁哥，快拿草网来！来了，来了。小熊，让我试两杆。等一下，我再钓两杆。梁哥，你怎么不钓啊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鱼竿坏了，怎么也不去买？钱不是都归你管了吗？发工资不会自己留一点啊？哦，拿着。谢谢老婆，那我试两杆。等下早点回家，我熬汤给你喝。知道了，老婆。